过来之前，我在那个健身房，一位哥哥，他就这样子。演出的那天，他就很累。我做什么？他说，我完全没睡过，因为可能我们太吵了。后来我买到一个东西，安眠药。那个床头的那个熏香薰的那个。对，邀请那个哥哥出来，卓哥哥。卓哥哥。我说一下那天唱歌啊，哥哥们每一次欢呼，全在耳边回荡。背包放下，惨的，就非常清醒的躺着。谢谢你送我的礼物，我希望能睡得倍儿香，每次都睡得很好，感谢感谢。好嘞，谢谢。卓哥，来卓哥。哦哦。不简单呢，卓哥这个吧，这个厉害啊！它是一把我专门定制的一把双手剑，哇，真的，哦，就是他上次演出的那把剑吧？这把剑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因为它上面有雕花，上面是百褶钢，还没开封。我是哥，是挺锋利的啊。这把剑呢，我送给一位我非常欣赏的一位哥哥，他非常的有豪气。最重要一点呢，他翻唱了一首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。沧海一声笑，呵，很多人都知道他是《笑傲江湖》里面的主题曲，特别的豪迈、潇洒。行走江湖，但是呢，看淡江湖，这是盖通过那首歌体现出来的。盖，我觉得你这首歌唱得非常有豪气。谢谢哥，这把剑送给你呢，希望能给你增加一股侠气。好，谢谢哥，谢谢哥。没想到卓哥会送我那个，在我这里看来就是最闪耀的一件礼物。